我们邀请中正大学传播学系中正医报的指导老师吴正龙老师上台接受公视 PEPPO 平台的感谢，谢谢，谢谢中正大学长期带领同学投入公民新闻，谢谢您。好，还要支持。好，那个谢谢 PEPPO 公民新闻，然后那个谢谢，就是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给同学们，有一个可以展现就是他们平常学到的一些知识或技能或者是他们的理想，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对，那同学们其实大家也都很努力，然后也很辛苦，然后虽然上课很多抱怨对，有时候还要翘课去采访但是那个学到的东西有时候是课本里面真的是找不到的那个是有时候对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也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谢谢公民新闻，谢谢各位同学谢谢。